火锅哎。我想说这么早要干嘛？我觉得吃火锅太无聊了哎。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这松山机场。我们今天要去韩国。现在呢是一大早，我们呢要来敲豆豆的房门，告诉他这一次要帮他完成的心愿，总是要说明一下吧，不然他想说到底今天被抓来韩国到底是要做什么，对吧？你真的是在家里的样子哎，对，我居家。我们今天要来跟你说明重要的事情了，先给你。哦，地上有点淹水，泡完澡放完水就出来，就变这样，请大家小心哦。不好意思哦，他们家淹水了。我们家有点淹水的状况，请进。幽默哎，而且怎么样？你先不要拍。垃圾桶，你一整个晚上怎么可以制造这么多垃圾？很真实哎，很真实。好，重点还是要告诉你，因为我们认识了五年了，对，所以这五年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棒的事情，很多开心的事情。嗯，但是你一直是算是蛮热衷恋爱的女生吧？就是我谈恋爱的话，我就会很沉浸在其中，对对对，非常投入的。结婚是你的人生的计划之一吧？会啊会啊会啊。今天我们要完成你。结婚的心愿，啊？你说今天我要结婚了吗？因为这是心愿啊，要完成你的心愿，不就是要达成它才叫做完成心愿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去登记结婚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帮你找了别人了。但是谁？我都不知道是谁。但是我帮你找别人这件事情之前呢，结婚当天需要什么要件？婚礼、婚纱。婚纱，我们帮你准备了婚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有先联络了，就是我们林立的 Dolly，Crystal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要来借婚纱。但是因为毕竟我是男生的关系，我真的不懂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婚纱最适合这个女生的身形。可以看她整个人的风格，比如说是甜美型，还是比较有个性，还是比较稍微浪漫型。我有看到这边啊，你看这边这一种的是比较偏华丽一点吗？其实它不是，它是比较偏那个简约欧美款，就是很顺的这种，有一点 A line 的版型，然后整个素缎，缎面其实一直就是很经典、很优雅、很简单。这一系列是我们最新的乌托邦花园系列，基本上我们就是都会取一些就是比较主题性的一个主轴，然后设计师跟林立老师这边都会去做一些创意的设计跟发想。不是说从这当中随便找几件放在这边，然后说这个是什么系列？不是，哇，是特别做好的，对，高定。最新的高定系列款，最新的高定太高级了，不适合豆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的。这一套还是要介绍一下。这一套的话，因为它是运用比较多立体的贴花，下面就是类似比较走廓形，然后不规则的这个摆折的设计。但是这个裙摆啊这么大，太负担了，而且裙摆可能会更容易弄脏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是它也不好走。哦，我们需要它奔跑，那这套不行。那这一套呢？这一套是比较巴洛克的古典的风格，比较适合比如说饭店或者是类似在古堡。请问这次我们有古堡的景吗？只有汉堡。如果我们租了这套，他就会穿着这套，然后在那边大客温蒂或者是麦当劳。不行不行。有，这种呢比较不会像那种裙摆这么大，这样子很好，因为你们的行李箱可以放得下了。那这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介绍呢？这边的话其实也有类似像这种小清新款，它上面就是做有一点类似像背心式。那你还记得豆豆当初去小巨蛋的那一套吗？我记得。是现在有刚好有在吗？今天不在。今天不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它那样的风格我们这次应该要找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也不是这种。不是这种。也不是这种。我觉得我不会，你挑好了。你知道这是命中注定，因为不能让他知道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让他来试。那他们刚好有他的尺寸，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完成我们这次要完成他的心愿当中的一环。可以可以，交给我们。那你要帮我们挑漂亮一点哦。一定会。那再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加油。我们从台湾带来的，等一下，太大了吧？你要在韩国原地结婚？我先跟我妈讲哎。不用跟妈妈讲了啦。不用直接结。我不相信你交每个男朋友之前都会先跟妈妈说。真的不会。
要搭配婚纱，我们连化妆发型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了一间非常棒，听说那间呢有很多的女团，他们都有去那边做过造型。哇，太棒了吧！我看你现在刚好还算蛮素，拍都还没拍过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那这个麻烦你自己拿。太重了吧？好，我要去圆梦了，耶！到了，好美哦！你连外套都不穿了，外套不穿了，准备好了。我其实现在是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，要是没有帮你弄好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刚刚说要换 wedding 的妆，那个婚礼的妆是不是真的跟你们平常工作的那个妆会差很多吗？对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，因为其实在台湾化的婚礼妆都是比较艳丽一点，比如说假睫毛要很浓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头发就是比较浮夸这种。那我不知道韩国他们流行的婚礼妆会是怎么样。你有化过婚礼妆吗？没有正式的化过。他今天真的可能要嫁人了。他刚刚说他如果看到我穿婚纱，可能会我可能会哭，我会有一种就是苦尽甘来的感觉。但你知道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吗？什么？我刚刚一直还来不及说，虽然我们说啊要帮你找男友，但其实找男友你要自己，你就是穿着婚纱去街头，然后去找一个你觉得最适合的人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结婚，然后就直接结婚。妆都化这么漂亮了，何子妍开口应该没有人会 say no 吧？人家应该觉得我疯了吧？就会在路上有一个新娘子在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来进去，换成新娘子喽。Let's go， 好紧张哦。寒风当中等好久，大概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吧。我目前为止我也还不知道那个成果是什么，应该快了啦，因为刚刚他们有通知我们说他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Oh my god！ 我来帮忙开个门好了。啊，这是 push 耶，也太漂亮了吧！谢谢。你是不是很冷？蛮冷的，但是蛮冷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种真的要出嫁的心情哎，刚刚走出来，这些年我们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终于出嫁了。那目前呢，今天的妆跟发你自己个人的感觉如何？而且你头发好像变长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还有接发，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化过最精致的妆，很用心，然后很有气质的妆容，就是跟我平常真的是差很多，自己化不出来的那种。你觉得哪边是你觉得差异最大的？我觉得是眼妆，因为她的眼妆真的很自然。我觉得厉害的就是你可以画得很自然，然后又很有神。因为我现在这样很近的看啊，他虽然是有化妆的，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睫毛像是他自己天生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会有那种你知道人家画那种睫毛膏啊，微微的结块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很干净。他都是用一点一点一点点慢慢去补，他不会一次就擦完啊。那个化妆师非常非常细心。那发型呢？让大家看一下你的侧面好了。哇，这是一个浪漫公主风的感觉。而且因为他们就是说要接发，头发长一点看起来比较有这种浪漫的氛围。我原本头发比较短。那我想要请问林立的婚纱帮你挑选的这个你是 OK 的吗？我觉得很 OK 耶，就是完全是我的 size，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喜欢。它是两件式的哦，原来是两件式的耶，两件式的，然后这边是透肤，完全是透的。那接着呢就是我们重要的任务了。好，要找老公。你知道远方人有多少吗？然后你要穿这样子，这是尺度最高。而且你知道我们大家在开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都幻想着说这一幕到底会不会成真。然后刚刚真的成真的时候，我内心想说，其实我对豆有点抱歉，完成你的梦想以外，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在整。你想死我了！
棒哎。对啊，这不是整人企划哎。那你有没有预计想要找怎么样条件的？我觉得我应该要找身高180差不多左右的男生，对对对，就是很韩系欧巴感就好了。那年纪呢？有18岁我就可以。那如果你今天找了一个真的很优的，但旁边是有女朋友的呢？可能会先跟女朋友借用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底下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帮我看，看到哪一个就是哎、欸，豆豆那边有，我们就冲过去。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了，走喽。走。找老公，找老公。哎，我刚刚还有想到一个点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戴口罩，我可能会请他们拿下口罩。那如果真的不是我的菜，先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身高啊，然后你是做什么的啊，几岁啊？”先聊聊这种无关紧要的，然后后来就最后就说：“谢谢哦。”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会介意，比如说染头发、啊？不会不会，染头发 OK， 可以的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远方那个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卡哇伊耶，卡哇伊。哎，这个卡哇伊。这个吗？可爱。非常可爱哎，博元草，博元。现在说的是博元。八十八啊！先问问他说，他觉得他怎么样？有招呼，有一个大文字，好好笑。那你问他说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姐弟恋吗？那问他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啊，女朋友会在意这个那个吗？OK, thank you. 哎，而且我刚刚问他身高，他应该有180其实你不用问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都没有想到要问，因为你已经专注在他的整个脸蛋跟感觉上面了。因为他有一种稚气，然后很害羞、很可爱的感觉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刚刚那个单身，你可以？应该还是不行。外表完全是我的菜，但因为他个性比较害羞、腼腆一点，所以要结婚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再多考虑。对，拍照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离很远这样。把它吞掉，我觉得是好的开始了。好的开始了。韩国男生真的不错。有哎，哎，这个是我的菜啊，那个毛毛男，可以问他吗 ？Hello。可以先请问他几岁吗？21岁。21岁。OK。21。他身高几？170。170。身高的部分你觉得还可以吗？还好。但是我觉得他打扮很有型，酷酷的，我很喜欢。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哦，真的哦。那阿 K 问问说他觉得他怎么样吗？谢谢。漂亮。或是他喜欢的样子吗？哦，喜欢他那个的。漂亮，然后高一点。高一点？真的。没关系，帮我们谢谢他，谢谢。我165哎。但是我觉得这就表示不是你的真命天子。不是我的真命天子，不是。如果在韩国的街头遇到外国人呢？外国人我还好。你好像不是外国人，对不对？但我现在真的很想帮你找一个那种超高，然后头脸很小，对，黄金比例。对，我一直很想要帮你找一个这种的。哪里呀？哪一个？挥手，不是啦，这不是我的菜啦！你的脸长得怎么这样？这些女生挑几个菜要叫我来问？他几岁？17岁。他有女朋友吗？啊！谢谢他。那请问他可以接受25岁以上的女生吗？可以，可以耶。怎么办？那我考虑一下。犯法了啦！犯法了。我的老公现在还找不到，我很慌张哎。这个地方的人可能都比较年轻，那要不然我们换一个地方好了。可以啊，因为现在好像老公的感觉。